百种生活。哦，就是这样。咱台南嘛，拢会食三百一豆。午夜过了十二点以后的台南会变成完全不一样。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穿梭，就好像搭了时光机一样。凤凰要开了，漂亮只是基本，但是在台南里面文化的底蕴才是真正的加分题。昨去海边啊，今仔三十分钟塞车，就来到山内底。我感觉这是台南上特别的所在。台南的山我上喜欢，其实就是来东山，因为我东山有一个好朋友，叫做阿强，伊有一个超水的民宿啊。因为我做民宿已经做十四冬啊，可是我只要想要每当出去佚佗，我就会开三十分钟塞车来到这个所在，其实是一个秘境。我今仔叫我另外一个好朋友做伙，阿邦，哦，阿邦，我找阿邦今仔来找阿强，多好，因为我想介意甲朋友介绍好朋友，啊，大家做伙佚佗，啊，咱做伙行。阿强，哎呦，小五，嘿嘿，哦，这久无看，久无看呀，哎呦，哦，熟悉啊，你哪只好命啦，拢伫山内底，比伫咧遮，嗯，哦，这会叫东山吧？古早这多罗国啦。请那恁的家族，礼拜到东山内底啊？有一挂不可考啦，啊，不过吼，应该是伊可能是家族内底。年岁较小的囡仔，啊，无就是伊看我到台湾。我讲伊带着三因到的族谱出来，你看你会惊着，就像周星驰的电影，刚刚种假，用毛笔写对吧？我有印象。对啊。差不多二十五年前，阮爸爸本地做事嘛，进水果，啊，就开始做休闲农场。啊，迄时阵多台湾周休二日当啊开始，所以迄时阵人客拢是游览车。对啊。啊，不过就刚刚讲，我一定爱转型嘛，因为我想要做。本地的产业有关系旅游产品，这个环境就是会让你有疗愈的感觉。不管这个过程伊是安怎，不过我总是咧做我认为我想要做的代志。足侪人拢会感觉台南就是干那食小吃，然后去渔光岛海边啊行行的，然后看古迹。其实我感觉迄是完全错误的思维。其实台南的山足水。足侪足介意爬山的人，拢嘛会来台南。好啊，咱卖去讲啊，咱对阿强去看一下房间咧。啊，好，好赞。强哥，啊，这地是阿邦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嗯。头拄我讲到，阮伫山谷内底拢会起个背走料，背就是咱个背物件，迄个背。嗯。灶就是火土灶。灶啦，哈。料就是无壁的厝。背走料三个字哦，迄个灶其实是阮甲一个山挖做一粒灶，啊，伫顶悬个厝顶扛起。啊，扛起了，因为一灶拢要烘一礼拜，啊，三季有两个月，啊，所以阮规家伙仔拢爱住伫个即个背走料内底。我感觉台南的民宿啊，就是有文化，然后迄个文化两百档，然后两百档的基底，然后去结合漂亮的美景。漂亮只是基本，但是在台南里面文化的底蕴才是真正的加分题。好，所以咱就会来，进来看嘛，带阿邦，好，行。
来得请。好够凉的啦！嗯，有解心头。哎，恁的服务够好的啦！恁拢先开冷气啊！哇靠！那真好康啊！瞬间有一种宁静感呢。给来给来，咱看一下，我足期待这景，你知？哇！其实咱比恁周身过了还好够冷气。嘿，从 loser 翻身了，对不？你伫山内底啊，然后风是安尼降落来，然后你吹落以后，然后你搁。看一下外口，你真正迄种空气入去到，是直接入去到心内了，内底会乎你感觉就想要休困的。啊，所以人的生活和土地是分袂开的嘛。真的。你家己扛入去，咱就做主人就变做主人。台南生活有一种浪漫，本性使然吧。台南做热情，你说他喜欢招呼客人，所以自然而然，咱底界城市的被感染。我讲这个是台南不一样的地方，台南什么都甜，但除了食物，人情味也很甜。这种生活夫复何求？对，我讲阿邦家就厉害，这车呢游牧哈，塞到队坐到队，然后咖啡冲了，对，然后坐咧饮一杯，这真正不是伫市区内底有法度感受到的，啊，这饮一杯啊咖啡的啦，哦，这已经泡好了呢，哦，泡会干，够香的啊，哇，期待，加一点啊柠檬。刚台南啊，真正足舒适的啦。对着阿邦坐这台车，然后看到一个好的风景，咱把车停下来，然后伊把这帐篷用用的，啊泡一杯冰的西西里咖啡，这酸甲冰，真正够爽的啦。来台南就是安尼过生活。哦，阿强，来干杯。他定出来了，好，他定出来。